救生命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百万亿妙宝花，周扎荣斯迎斯，百万亿频婆藏，殊妙坚错，百万亿的宝曼，百万亿的香曼，四面吹向百万亿天固坚固，天坚固香，其香普熏，百万亿天庄严具的璎珞，百万亿的宝华璎珞，百万亿的圣宝璎珞，百万亿的摩尼宝璎珞，百万亿的海摩尼宝璎珞，庄严作神，百万亿妙宝真彩以为垂戴。百万亿因陀罗金刚宝，百万亿自在摩尼宝，百万亿妙塞真金藏以为坚丝，百万亿的毗罗卓那摩尼宝，百万亿因陀罗摩尼宝光明照耀，百万亿天固坚固摩尼宝以为窗用，百万亿的七灵境功德摩尼宝藏思妙塞，百万亿的七灵境妙宝藏以为门达，百万亿的四种最胜的半月宝，百万亿的离垢藏摩尼宝，百万亿狮子面摩尼宝坚错庄严，百万亿的新王摩尼宝所求如意，百万亿的阎浮摩尼宝，百万亿的清净藏摩尼宝，百万亿的地藏摩尼宝显放光明，弥法其上，百万亿的白人藏摩尼宝，百万亿须弥床的摩尼宝庄严其藏。百万亿珍珠璎珞，百万亿的琉璃璎珞，百万亿的十彩宝璎珞，百万亿摩尼璎珞，百万亿宝光明璎珞，百万亿种种藏摩尼璎珞，百万亿甚可要见的瓷珍珠璎珞，百万亿无边色相藏的摩尼宝璎珞，百万亿极清净无比的宝璎珞，百万亿甚光明摩尼宝璎珞，周扎垂布以为庄严，百万亿摩尼宝的殊妙严丝，百万亿的因陀罗妙塞宝，百万亿黑旃檀香，百万亿不思议警戒香，百万亿十方妙香，百万亿最胜香，百万亿甚可耐药香，显发香气普熏十方，百万亿频梭罗香普散十方，百万亿净光香普熏众生，百万亿无边际种种色香普熏一切诸佛果堕，永不间歇，永不歇灭，百万亿涂香，百万亿熏香，百万亿烧香，香气发越普熏一切，百万亿莲花藏的沉水香出大音声，百万亿游戏香能转众心，百万亿阿罗诺香香气普熏，其味甘美，
百万亿能开五香，普遍一切，令闻者助根寂静。复有百万亿无比香王香，种种庄严。这是香庄严啊。这以下嘛，有一段是风、云、雨，就是雨云吧，雨云为庄严，与百万亿天花云，与百万亿天花香、天香云，与百万亿天末香云，与百万亿天居书摩华香云，摩华香云，与百万亿天波摩、天波头摩华云，与百万亿天优婆罗华云，与百万亿天居物头华云，与百万亿天芬陀利华云，与百万亿天曼陀罗华云，与百万亿一切天华云，与百万亿天衣服天衣云，与百万亿摩尼宝云，与百万亿天宝云天盖云，与百万亿天翻云，与百万亿天冠云，与百万亿天庄严聚云，与百万亿天宝曼云，与百万亿天宝璎珞云，与百万亿天旃檀香云，与百万亿天沉水香云，建百万亿的宝床，悬百万亿的宝幡，吹百万亿的宝声带，燃百万亿的香炉，布百万亿的宝幔，持百万亿的宝伞，织百万亿的宝服，悬百万亿的宝铃网，威风出度，除妙音声，百万亿宝蓝旋，周匝微摇，百万亿宝多罗树，次第行，次第行。次第行列啊，百万亿的妙宝窗要齐力庄严，百万亿宝树周匝催运，百万亿的楼阁燕丘奇思，百万亿的宝门催步璎珞，百万亿的精灵除妙音声，百万亿的吉祥向璎珞严净催下，百万亿的宝西底加能除众讷，百万亿的金藏金楼之城，百万亿的宝盖众宝微干知识行列，百万亿的一切宝庄严网，一切庄严巨网坚错庄严，百万亿光明宝放种种光，百万亿的光明周遍照耀，百万亿的日藏轮，百万亿的月藏轮，便无量财宝之所继承，百万亿香焰光明央彻，百万亿的莲花藏开敷显荣，百万亿的宝网，百万亿的华网，百万亿的香网弥法其上，百万亿的天宝业，百万亿的天青色衣，百万亿的天黄色衣，百万亿天慈色衣，百万亿天奇妙的色衣，百万亿天种种的宝奇妙衣，百万亿的种种香薰衣，百万亿一切宝所成衣，百万亿的仙白衣，西散福布见者欢喜，百万亿的灵床，百万亿的金王床，百万亿出微妙音，百万亿的天真床助彩具足，百万亿的香床催步香王，百万亿的华床与一切华，百万亿的天衣床玄步妙衣，百万亿天摩尼宝床众宝庄严，百万亿的天庄严聚爽，众聚交思，
百万亿的天幔窗，种种花幔四边行布；百万亿的天盖窗，宝林和鸣，文解欢心；百万亿的天罗，除微妙音；百万亿的天鼓，除大音声；百万亿的空吼，除微妙音；百万亿的天摩尼罗，除天妙音；百万亿的天杂药，同时去做；百万亿的天自在药，除妙音声，其声普遍一切佛刹；百万亿的天变化药，其除妙音声，其声入相普应现。这个药都是指器具说的，吹的那工具药具啊，音药具，就像我们人间的号啊、声啊、笛子啊，就那个似的。这是指具说的啊。其声普遍一切佛刹，百万亿的天变化药，其声入相普应一切。百万亿的天国，因与无极而出妙音；百万亿天如意药，智言出生，音节相合；百万亿的天柱杂药，出妙音声，灭住烦恼；百万亿的乐意音声，叹功赞叹供养；百万亿广大音，赞叹成事；百万亿甚圣音，赞叹修行；百万亿众妙音，叹佛业果；百万亿微细音，叹入实理；百万亿无障碍真实音，叹佛的本行；百万亿的清净音，赞叹过去诸佛；百万亿的法门音，赞叹诸佛最胜无畏；百万亿的无量音，叹诸菩萨功德无尽；百万亿的菩萨地音，赞叹开示一切菩萨地的相应心；百万亿的无断绝音，赞叹佛功德无有断绝；百万亿随顺音，赞叹成阳见佛之行；百万亿甚深法音，赞叹一切法的无奈自理相应。赞叹一切法的自无奈自相应理；百万亿广大音，其音普充满一切佛刹；百万亿无奈的清净音，随即心乐悉令欢喜；百万亿不住三界音，令其闻者深入法性；百万亿的欢喜音，令其闻者心无障碍，身陷恭敬；百万亿佛境界音，随所出生悉能开示一切法义；百万亿的陀罗尼音，善宣一切法具差别，绝了如来秘密之藏；百万亿的一切法音，其音合唱科学重要。有百万亿初发亿菩萨，才见此作，倍更增长一些自信。这个不同了，这念了宝物老半天，都是座上的庄严。有的来这参加法会的菩萨，初发心的菩萨，他一看见这个座呀，好，增长了一些字，初发心的啊。百万亿子弟菩萨，子弟菩萨先进欢喜；百万亿修行的菩萨悟解清净；百万亿的身贵菩萨啊，这都配钱的石柱的啊，身贵柱的菩萨啊，住圣自乐。
百万亿的方便具足菩萨起大乘心，百万亿的正心住菩萨勤修一些菩萨道，百万亿不退菩萨静修一些菩萨地，百万亿的童真菩萨得一些菩萨三昧光明，百万亿法王子菩萨如不思议诸佛境界，百万亿的灌顶菩萨能现无量如来实力，这配十住菩萨的是咱们听见念呢，咱们心里头好像什么也没得到，但是这十住菩萨不同啊，这个境界下他一参加这个法会还没有说法呢，就看这些庄严眷增长了，这些个增长他的道力了，叫除实行，除实住进入实行，除实行进入实住了，百万亿的菩萨得自在神通，百万亿的菩萨生清净解，百万亿的菩萨心生耐乐，百万亿菩萨身心不坏，百万亿的菩萨势力广大，百万亿菩萨名声增长，百万亿菩萨演说法义令自决定，百万亿的菩萨正念不乱，百万亿的菩萨生决定智，百万亿菩萨得闻此立此一切佛法，闻此立此一切佛法，百万亿菩萨出生无量的广大觉解，百万菩萨难住性根，百万亿菩萨得檀波罗蜜，就是不是能一切思，百万亿菩萨得思波罗蜜具持众戒，百万菩萨得隐波罗蜜心不妄动，心能忍受一切佛法，百万亿菩萨得精进波罗蜜能行无量出离的精进，百万亿的菩萨得檀波罗蜜具足无量禅定光明，百万亿菩萨得般若波罗蜜智慧光明能普照耀，百万亿的菩萨成就大愿悉皆清净，百万亿菩萨得智慧灯明，明得智慧灯明照法门，百万亿菩萨为十方诸佛法光所照，百万亿菩萨周遍十方眼离此法。咱们听着这个告庄严句啊，可能听的心里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，可这些菩萨看着这些个可不同了，他就得到这么多的妙用，得这么多的法处，得这么多的法喜，百万菩萨普入一些诸佛国度，百万亿菩萨法身随到一些佛国，百万亿菩萨得佛的音声能广开悟，百万亿的菩萨出生一些自方便，百万亿的菩萨得成就一些法门，百万亿菩萨成就法字犹如宝藏能普显示一切佛法，百万亿的菩萨心呢能悉示现如来境界，百万亿菩萨不是菩萨，百万亿诸天王参加法会，这天王啊来得到这法王，百万亿的龙王剃冠无厌，百万亿的夜叉王顶上合掌，百万亿前的破王起敬信心，百万亿阿修罗王断骄慢意，
百万亿迦罗罗王口衔征战，百万亿的锦多罗王欢喜荣耀，百万亿摩诃罗伽王欢喜瞻仰，百万亿四主起手作礼，百万亿的斗笠天王瞻仰不逊，百万亿夜魔天王欢喜赞叹，百万亿斗帅天王不身作礼。不身就把他事业倒在地下，全身的礼拜。百万亿化了天王头顶礼敬，百万亿的他化天王恭敬合掌，百万亿的梵天王一心观察，百万亿摩西首罗天王恭敬供养，百万亿菩萨发声赞叹。百万亿天女专心供养，百万亿同愿天荣耀欢喜，百万亿往昔同住天妙声承担，百万亿的梵身天不身敬礼，百万亿的梵福天合掌于顶，百万亿的梵众天围绕四位，百万亿的大梵天赞叹承扬无量功德，百万亿的光天五体投地，百万亿的少光天宣扬赞叹佛事难知，百万亿的无量光天遥相礼佛，百万亿的光阴天赞叹如来甚深难得，百万亿的敬天与宫殿与宫殿聚而来一词，百万亿的少敬天以清净心稽首作礼，百万亿无量敬天愿欲见佛投身而下，百万亿的遍敬天恭敬尊重亲近供养，百万亿的广天念习善根，百万亿的少广天与如来所生息有想，百万亿无量广天决定尊重生住善业，百万亿的广果天屈躬恭敬，百万亿的无烦天信根坚固恭敬礼拜，百万亿的无热天合掌念佛情无厌住，百万亿的善见天头面作礼，百万亿的善现天念供养佛心无谢谢，百万亿阿迦弥匝天恭敬顶礼，百万亿的种种天皆大欢喜发声赞叹，百万亿的诸天各思维而为庄严，各善思维而为庄严，百万亿菩萨，百万亿菩萨天护持佛座庄严不绝，百万亿的华首菩萨与一切华，百万亿的香首菩萨与一切香，百万亿的曼首菩萨与一切曼，百万亿的末香首菩萨与一切末香，百万亿的图香首菩萨与一切图香，百万亿衣首菩萨与一切衣，百万亿盖首菩萨与一切盖，百万亿的床首菩萨与一切床，百万亿的翻首菩萨与一切庄严具，百万亿床首菩萨，百万亿翻首菩萨与一切翻，百万亿的宝首菩萨与一切宝，百万亿庄严首菩萨与一切庄严具，百万亿诸天子从天宫出至于座所，百万亿诸天子以清净心定宫殿具，百万亿身贵天子以身持座，百万亿灌顶天子举身持座，百万亿思维菩萨恭敬思维，百万亿身贵菩萨发清净心，
百万亿菩萨住根悦乐，百万亿菩萨身心清净，百万亿菩萨信解清净，百万亿菩萨住业清净，百万亿菩萨受生自在，百万亿菩萨法光照耀，百万亿菩萨成就于地，百万亿菩萨善能教化一切众生。这上念到这儿啊，所有这个所念的参加法会的诸天天龙八部，是二十八颂天的天王乃至天子天兵，都得到好处了，普皆受益。读华严经的闻到这些供养句，你的想象，你的思维，正是达不到的。行啊，作用也是没有的。想可以想，经常说华严境界，华严境界，什么叫华严境界？你别听得不耐烦啊，不耐烦可就糟糕了。这听得见未见过，闻未闻过，好不？你看得过吗？当然你看不过，你连听都没听说过。百万亿呀，你别想到美金啊，美金百万亿，你发大财了，不是美金，比美金高贵的多。美金是坏的，是可以没有的，这个你未变，你中了三根你不会没有的。我不懂啊，听的是什么念的百万亿百万亿的哈，这就是信功德，人每人都具足的，迷了不知道了，这叫自信功德，这叫信功德。咱们经常想信功德，没有这么的行列出来，这一行一件一件一件列出来，这是指着这些个就诸天，咱把它扩大一点，百万亿啊，千万亿啊，万万亿啊，凡有数字皆是虚妄，这数字不大，才百万亿。咱们经常说无量亿，没数，咱们的境界太小了，咱这一个十个百个千个一万个不得了了，是吧？一亿两亿，到了一万亿，全世界财富恐怕也没有，也没有百万亿啊，只是亿百万亿，都是几千亿几万亿几十万亿不得了了，上百万亿的。但这百万亿什么呢？就是你现前的心呢，你把它再发生一倍，千万亿万万万万万亿，这数字嘛，数字没有实体的。但是这些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下头就说他怎么来的，百万亿善根所上。虽然讲善根了，善根生出来的，百万亿诸佛护持，百万亿诸佛护持，百万亿福德所圆满的。百万亿殊胜心所清净的，百万亿大愿所严洁的，百万亿的善行所升起的，百万亿善法所坚固的，百万亿神力所实现的，百万亿功德所成就的，
百万亿赞叹法而赞叹。嗯，要知道回向的这一品呢，这回向品呢，都是讲庄严的。嗯，你把这个回向观想一下，什么天天说，磕个头，庄严佛果道，啊，礼个拜，念声佛号，庄严佛果道。来这么吃饭穿衣所行都在庄严佛果道，你怎么庄严的？你把这华严经的这个庄严的庄严一个佛座啊，是佛一个座啊，咱念了半天庄严的什么，那佛座那个座到了斗率天去，那个座坐的周围庄严的。嗯，咱再往说坐这个殿，坐是在殿里头啊，说法还有个殿的嘛，那个殿的庄严还没说呢。但是来的那些十方诸大菩萨念到十行品就知道了，对，这都是庄严的。嗯，他怎么来的？百万善，百万亿善根所生的，是百万亿菩萨百万亿诸佛护持的，百万亿福德所圆满的，百万亿殊胜心所清净的，百万亿大愿所简洁的，百万善恨所升起的，那说善根，善根要起的善善行，善根升起善的行为，善的行为是因为百万亿的善法，我们的善法你才去做呀，所坚固的，这生长出来了百万亿的神力，这实现这个境界。百万功德所成就的，百万亿赞叹法而已赞叹，用这百万亿的赞叹方法来赞叹。嗯，因为这个是在知足天，大家知道在这个天里，这些菩萨都是补处菩萨，都跟弥勒菩萨相等的，这大菩萨示现赞叹劝善，让大家都能够回向善根，把你实行为所行的那些善根都回味。因为什么呢？贤位到了极点十回向，三贤满了要成圣人了，大悲普遍于法界。所以呢，十住品了没有这些庄严呢，哪有这么多庄严仗呢？到了快登地了才有这么多庄严，才能够有这么多庄严庄严。这叫如来的海印三昧所现的，就大海呀，印象一样，这世界都摄到大海里去。说这么多名词，这么多相，法界无差别，就说的我们的心呢，这叫心法。心法证得了，就实在的得。你怎么说都可以，说不出去的。人和法，坐和房子，椅子坐，有情和无情，全成了严实的工具了，一切无障碍。为什么呢？大方广，广者是因广，因广果就广了，说言处就广。以下呀，跟十方，跟十方世界都是通的，上下左右都是通的。如此世界的斗率天王，这才讲的就是现代佛所处的天王的是斗率天，是娑婆世界的斗率天。娑婆世界不止一个斗率天王，多了。这是如此世界的斗率天王，奉为如来福祉高座，只是坐这么一个座。咱说了这么半天呢，只是一个座，佛座那个法座。
那么一切世界的都是天呢，一切世界都是天王呢，他都给佛入世辅座，入世庄严，入世义载，一样平等平等的，那就无量无边了。无量无边的天王给无量无边的如来佛法座，无边如无量无边的如来说法，西为如来入世辅座，其他的世界的天王也给佛入世辅座，也是这样庄严，也是这样意思，也是这样归瞻，也是这样信乐，也是这样心静，入世心乐，入世喜悦，入世尊重，入世而上稀有之相，入世荣耀，入世可仰，悉皆同达。悉皆同达就是十方一样子同时入世。那么徒众有好多，大字说了啊，齐梁国师没说啊，方善长者李同轩这样说的，他也从别的经论说的，他说以上的徒众啊，他分析有118种，把这百万亿众百万亿众，他118种，这118种就百万亿众来庄严，有184种的百亿庄严，菩萨、神天、天女，这一切诸类的兼杂者，表什么呢？全表十回向位，十回向就入世。以字生悲，以成大悲海，在这人天的六道当中，天人阿修罗地鬼畜生，以无限的遍满十法界的修行的法门，实行的菩萨是遍满世界的行法门，就在一念间一时间平等教化，诸他的根与法，或者次第，或者超前，毁住毁信，完了入实地，或者是人天的善根，或者是如菩萨位的，如天神位的，互相兼杂的，不依次第的。菩萨也四现诸天，诸天这修成菩萨位的，那在天里头还有龙神，还有乾大婆神，这八部鬼神众是鬼呀、啊，是神呢、啊，全是菩萨，都是继位的菩萨。在十住品里头，那住天呢，只是把四尊迎来就行了，迎来就说法了。在十行位的菩萨，那就是住三的菩萨众迎来了，完了庄严，没有现在这个十回向的大众广博庄严，这种种的累累。十地菩萨这些全没有了，十地就不是不叙述啊，这诸天应佛了，入殿了没有？为什么？位高了，不说这个供了，像一登了地了，他的心跟佛的心心心相印了。而在十住菩萨也有天呢，这没有菩萨来应啊，也没有所示的供养。十住外是初生佛的智慧家，没有先见到的，单列住仙，单列住天，没有菩萨。
他是从凡夫，从信位的凡夫，他还没入圣啊，跟圣不相似的。感到畜生须弥顶品，也不列菩萨众，那单有诸天奉迎如来。现在石灰像不同了，石灰像他要入圣位了。对，从夜魔天宫实性位的菩萨，他就有诸天菩萨称扬赞叹了。因为十住位的菩萨见道入位，实性菩萨的他未生了，生到实性的，有时候也有菩萨众来迎佛入实行法门了。因为出世间的成就了出世的大悲，所以自己有自在和唯自在之分。实住菩萨还没达到自在，实性菩萨渐渐就自在了，这大悲心就更光了。所以在实住实行位上还不够圆满，说没有现在十回向位子说的这么多。但是你到地上菩萨就不同了。那么在斗色天宫，这些诸天菩萨庄严的塞类很多。是为什么呢？为的会容于大悲大智。除世间与世间一体成教，这叫一成一切成。大悲普欲含时，也遍周利物，不计微生，是吧？所以说对一切都不弃，回向给一切众生嘛。所以天王啊、龙王啊、八部诸王啊、菩萨法王啊，怀疑无穷，利的方面非常广。所以只有此天庄严的广大。这就是十回向，正是叫大悲，自己做的事儿都回向给他们了，这大悲心呢。对，例如我们诵经念佛修行辛辛苦苦的，完了自己一点都不要，都回向给他们，这就是大悲心呢，纯净大悲心。形容着这个十回向的大悲，他的智慧，你的智慧的大悲孕育一切有情。回向是奇迹呀，很稀奇的，叫奇迹。这个奇迹呢，众生本来不晓得，你给他回向了，跟你沾边的，跟你有缘的，跟你无缘的，你回向他得到的得不到的。你虽然你天天我愿法界也众生天法，还是不行的，还是跟你有缘的，就缘起法嘛。你虽然悟得自性了，但是他这个回向的大悲的时候，他的智慧法门是普遍的，又能长养他大悲，大悲又能促使他智慧互相的支助。智慧上现出突出的奇迹呀，但是这个奇迹很微细呀。感到佛生他化天的时候，纯粹是菩萨了，没有其他道宗了，层次没这么多了。今天就讲这里吧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
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，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调皮的乌眼驼。对于生活在戈壁附近的人们来说，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是他们最好的交通工具。巴桑带着阿鹏和小德朝沙原走去，前方不远处的沙原上，一峰峰骆驼昂首静卧在沙坡上。好多骆驼呀，我早就想骑骑骆驼了，看来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了。真开心。阿鹏，小心别让骆驼伤到你啊。他们那么温顺，怎么会伤人呢？别骗我了。你可别小看这些骆驼，他们用舌头舔你一下就够你受的。没错，骆驼的舌头可厉害了，吃仙人掌什么的都不在乎，所以他要是用舌头舔你一口，那立刻就是一道血痕。不会吧，他们真的有那么危险啊？阿鹏，你不用害怕，这群骆驼是我家养的，他们都很温顺，不会随便伤害人的。哦，你不早说，差点吓死我了。阿鹏来到了驼群那里后，看到了一只眼圈周围发黑的高大骆驼，这只骆驼正安静地卧在那里。人家都说骑骆驼要骑公骆驼，今天我就骑这只高大的公骆驼好了。哎呀，那么多骆驼，你怎么偏偏选中了它呀？哦，它怎么了吗？这只乌眼驼是这群骆驼里最调皮的，一般人休想骑上它。阿鹏，小心点。巴桑，你不是说你们家的骆驼都很温顺吗？是啊，其他的骆驼都很温顺，唯独这只乌眼驼最难搞定，有些时候我也是很伤脑筋的。这只骆驼的脾气还不小啊。哼，我就不相信这么难搞定它，今天非得骑一骑它不可。阿鹏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没事的，巴桑在这里，我一定能骑上去的，是吧，巴桑？好了，乌眼驼，这是我的朋友阿鹏，你就让他骑一骑好吗？哎，巴桑，还是你有办法能说服他让我骑一骑的。话说完，阿鹏就翻身爬上了乌眼驼的身上。乌眼驼等阿鹏爬到身上后，用力地将身子一侧，一下子把阿鹏摔倒在沙地上，并且乌眼驼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。哎呀，你这个可恶的家伙，竟然敢把我摔下来。哈哈，你们看，这个家伙还很得意呢。巴桑，你的这只骆驼实在太坏心眼了，你得好好教训他一下才行。那样可不行，乌眼驼脾气大着呢，你得和他成为朋友，他才能完全接受你，让你骑到他身上的。来，你去喂喂他吧。乌眼驼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我太鲁莽了，来，给你这些草吃吃，很香的呢。
乌眼驼探头闻了闻，然后舌头一卷，将那些草卷进嘴里吃了起来。巴桑，现在我可以骑他了吧？你别心急啊，要想让他接受你还得慢慢来，以后你就和我一起放驼，天天和他接触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接受你的。阿鹏，我看今天你就先骑骑别的骆驼吧。那怎么行，我就想骑这只骆驼。没关系，我愿意等，直到他接受我。从那天起，阿鹏经常都跟着巴桑一起放驼，乌眼驼也开始慢慢接受阿鹏，但仍不让他骑在自己身上。阿鹏，快点吃啊，吃完了我们就再去放驼。巴桑，阿鹏是我们的客人，你怎么能让他出去放驼呢？叔叔，我是主动要求和巴桑一起去放驼的，不是巴桑要求我的了。是啊，爸爸，阿鹏他想和乌眼驼成为朋友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骑乌眼驼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乌眼驼虽然调皮，但却是一只非常优秀的骆驼，如果能让他接受你，那你肯定是非常用心对他好的。这几天乌眼驼对我越来越亲近了，我想他很快就会接受我了。那就好，今天我要去镇上办事，要晚上才会回来，你们外出放驼的时候不要走太远。嗯，我知道的。巴桑父亲走后，巴桑和阿鹏、小德便外出放驼去了。一片沙砾地，那里的草稀疏得很，众骆驼看着那些草，偶尔吃上一口。唉，这里的草实在太少了。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在沙坡那边有一片草原，那里的草很嫩哦。对，我们可以带着驼群去那片草原吃草的。但是那里有点远。没关系的，时间还早着呢，我们天黑之前肯定可以返回来的。你看，这里的草根本不对乌眼驼的胃口。原来你是为了讨好乌眼驼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去那里放驼吧。他们三人带着驼队穿过了沙坡，来到了那片长有茂盛草原的地方。骆驼们看到翠绿的草原，纷纷高兴地吃了起来。怎么样，这里的食物美味可口吧？乌眼驼竟然听懂似的点了点头，然后还亲昵地嗅了嗅阿鹏。一旁的巴桑见后很开心。阿鹏，他好像接受你了呢。阿鹏，这么说你可以骑他了，你试一下看看。还是先让他吃饱吧，走，我们先去那块石头上坐着休息。他朝不远处的石头走去，小德和巴桑也一起跟了过去，三个人在石头旁坐着吃东西，驼群也在那里吃着草。此时他们身后远处的天空，一大片乌云缓缓移动过来，一阵凉风吹过，巴桑愣了一下。怎么回事？起风了。哎呀，不好，要下雨了。小德话刚说完，一滴雨水便滴落下来，接着大雨倾盆而下。哎呀，这雨下得真是太急了，我们赶快去找个地方避避雨。对，我们赶快避一下。不行，接下来可能是一场大风暴呢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去比较安全的。啊，大风暴？是的，如果在这里遭遇到大风暴，那我们可就危险了，我们得赶快将驼群收拢赶回去。嗯，这样还是比较安全的。那我们快行动，以免来不及的。巴桑他们三人一起合力将驼群聚拢了起来，可就在这时候，大风暴来了。好大的风啊，巴桑，我们这下该怎么办？这风太大了，我们得赶快找一个地方避风。
这里这么空旷，我们能去哪里躲避啊？我们去沙丘背面避一避吧。哎呀，我的腿，好痛！小德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腿好痛，怎么会这样？风太大了，很可能是受寒抽筋了。我们扶小德，让他骑着骆驼走吧。不行，风太大了，小德若骑着骆驼的话，身体太高，受风面会更大。我们现在只能躲在驼群的后面，跟着驼群走。巴桑他们三人带着驼群来到了沙丘的背面，风越来越大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可是他们却只能躲在这里避风。好冷啊，温度怎么突然降得这么低啊？我们不是有带一些食物吗？我们先吃一点，补充一下热量。糟糕，怎么会这样？巴桑，怎么了？我们的食物袋不见了，一定是让大风暴给刮走了，真是太糟糕了。巴桑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在这里等着救援。这么大的风暴，我们贸然走动的话很容易迷路，如果走进了戈壁，那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可是谁会来救我们啊？你父亲今天不是去镇上了吗？即使他在家，也不会想到我们会把骆驼带出来这么远啊。都怪我，是我出主意让你们来这里的，如果就在附近放驼的话，我们也不会被困住。阿鹏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乌眼驼，乌眼驼跑掉了。阿鹏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出去，太危险了。可是乌眼驼他跑掉了呀。没关系的，别看他平时脾气大又调皮，他却是最熟悉这片地区的，我想他是回去给我们搬救兵了。巴桑，你是说乌眼驼这是跑回去找人来帮忙吗？我们耐心地等着吧，他一定会带人来救我们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风虽然小了许多，但依旧呼呼地刮着，然而在风声里断断续续地夹杂着一阵阵呼喊声。你们听，好像有喊叫声。哪有什么喊叫声，只有呼呼的风声。你们仔细听。孩子们，你们在哪里？真的，真的有人来了。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是乌眼驼，乌眼驼他回来了。你们这些孩子怎么带着驼群跑到这里来了？要不是这只骆驼，你们可真就危险了。不过你们倒也机灵，让这只骆驼跑回去给我们报信。我一看到他就知道巴桑你小子一定是遇到了麻烦。大叔，你认识乌眼驼呀？谁不认识他呀？这个乌眼的家伙最调皮了，有好几次他都跑到我的园子里偷吃水果呢。是啊，虽然他调皮，不过却是很忠诚的。今天要不是他，谁会知道来这里救你们呢？谢谢你，乌眼驼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他这是要做什么呢？孩子，他这是在让你骑上去呢。是啊，阿鹏，乌眼驼他已经接受你了，赶快骑上去吧。乌眼驼，谢谢你救了我们大家的命。